你这么着急的找我过来有急事啊？嗯，拿两枪吧。好枪法，最近实战也是这个成绩。哪里有什么实战？这里又没有战场。 阿梅啊，为父我一生最恨三种人：一，日本人；二，我们皇家的仇人；这第三嘛，就是欺骗您的人。对，我不希望我们皇家有这样的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回答我的问题。丁青山抓捕地下党的当天晚上。 在什么地方？我就在抓捕现场啊。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在那儿？您是在怀疑您的女儿？回答我的问题。难道我不应该出现在那儿吗？回答我，为什么？ 因为我是军人，军人是什么？枪声就是命令，听到枪响我就应该出现在战场。难道我有错吗？奇远是共产党，你为什么偏偏出现在他重战倒地的地方？您怀疑我跟奇远有关系？我的职责要求我必须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否则。 我不配做一个忠诚的党国军人。够了！您对党国的忠诚，腊梅早就领教过。国民政府之所以败落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了像您这种所谓的党国忠臣。怎么？是不是还想问一问，你那个保险柜价值连城的宝书怎么会不翼而飞？你还敢说你是党国忠诚的军人吗？ 你把他交给吴明泰了？我把他交给了京华大学，留给了中国。我做了一件你本该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作为您的女儿，腊梅都会替你感到羞耻。我说呢，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实在是唐突。八达岭死了四个人不明不白，吴明泰家三个人。 毫无痕迹地被人杀了，而且中弹的部位都在头部、中心和心脏。如此枪法，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同一个人所为呀。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一直爱着您的女儿。为了您，我舍去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爱情，放弃了吴明泰。 为了您，我死而复生的又回到了北平，来到你身边，就是因为这份骨肉亲情，我昧着良心替你去隐瞒种种罪行。可是你却把我当成敌人，你不相信我，怀疑我，却来审问我。是，我的枪法是不赖，但它是用来打天下之不平的。爸，你真的是让女儿寒心。 我就您这么一个亲人，可是您却不信任我，腊梅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呀？要么我自己开枪，要么你开枪打死我。妈妈，爸爸不怀疑你，爸爸相信你，爸爸该死，爸爸不该让你伤心，不该让你失望。 爸爸错了，爸，我最后叫你一声爸爸。腊梅的性格你最清楚，从今以后，我不再是您的女儿，您也不再是我的父亲。腊梅，爸爸说的那句话都挽回。
原谅爸爸，原谅爸爸，我就是共产党，就是你要抓的，你看着办。阿妹，报告，司令，舒先生，请。司令，剿总侦察处和保密局的结论出来了。耶。据查，黄腊梅与中共地下党毫无关系。我女儿对党国是忠诚的。那是，司令的千金嘛，对党国肯定是忠诚的。所以吴明泰去南京，此事比天大，不得有任何闪失。伯父，什么时候动身呢？今夜启程。司副官，在。通知保密局南京站。我黄森一脑袋担保，我女儿黄腊梅可堪重任。是。爸，你病成这样，你怎么不住院呢？不，我担心住院回来。看不到这个家，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明泰，你说过尚文景不是个孝敬之人，可你呢？吴老身体状况如此，不管怎么说，你不能离他而去嘛。丽娟马上就要临产了，我作为丈夫，必须在跟前。爸，丽娟生的孩子也是咱家的血脉啊。明泰，明泰，这是个陷阱啊！是想叫你去南京，然后把你扣在那儿。就是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必须去。那我跟你一起去。如果谁为难你，我柳建白跟他玉石俱焚。还是留在张琴身边吧，他吃了不少苦，你是他最后的归宿，一定好好待他。我这次去真的是为了丽娟。我们这些学人一辈子追求的是什么？孟子说得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看来我吴明泰这一辈子只有独善其身了。建白，记住，我们俩永远是兄弟。启梅，他们杀共产党都杀红眼了，你怎么还回来？你知道吗？在黑名单上。爸，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只有丽娟阿姨，谁劝也没有用，我就来送送你。你傻呀你！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爸，爷爷。爸，我要送送我儿。爸。Thank you.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夫人的湖滨别墅。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我要见我太太。夫人已经把这里让给您太太住了。吴校长，您看，那是谁？小东西一直在踢我，我经常想，他这么调皮啊，肯定是像他爸。人家都说聪明的孩子都调皮。我还以为你把孩子他娘都忘了呢，我真害怕，孩子一生下来就见不着他的爸。亲爱的，别这么伤感，这样对孩子不好。你放心，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儿，我也不会丢下夫人和孩子不管。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要不然，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牛郎织女天各一方，我怎么办呢？你看。这是我给咱们孩子做的衣服，怎么了？你干嘛这样看着我？你什么意思？你要去台湾？是啊，你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丽娟，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态度会这么的坚决。我来对了。我这次是为了那些学人和你而来，没想到会这样。原来你来这里不是陪我南迁台湾的。亲爱的，那地方咱们不能去。明太，夫人，包括总统，对你已经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你不能再让他们失望了。这个政府已经穷途末路了。你不能做他们的殉葬品，吴明泰，你这种语言就是共产党的煽动语言。天哪！算我求你了，你以后别对任何人说这样的话了，好吗？你还说我固执，你简直就执迷不悟。我们只是战略撤退，就像你当年随金华学人南迁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亲爱的，你醒醒吧！这个政府已经被民众抛弃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我是夫人的人，只有服从，没有选择。你不是夫人的人，你是我的，你是我孩子的母亲。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留下来，留下来，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的希望在这儿，我们哪儿也不去，听见没有？你走吧。你要是不去，我会一个人把孩子养大。你走吧。丽娟，我们已经是三位一体。
我们已经长在一起了，分不开了。 坏消息，我爸和丽君阿姨在南京被软禁了。你爸这个人就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爸，婶儿，出什么事了吗？到底怎么了？爸，秦梅被抓了。什么？ 爷爷，爷爷，爷爷，您坐，快坐下，爷爷，你别着急，别着急。爷爷，他们不是大义凛然的吗？爷爷，我们会有办法的，我们会有办法的。锦明儿，咱们吴家可就剩下你这个根儿了。 你可得给爷爷当心呢，爷爷，您放心，您放心。金梅，你赶快去找腊梅，她能救你爸爸。爷爷，腊梅姐也在南京了。你姑姑也去南京了。姑姑？谁是我姑姑？ 什么人知道这什么地方吗？保密局二处的，带着你们的人马上撤。不可能，主任不在家，我不会离开的。长官部的命令，你也敢不听？是。 简直是无能！你们都做什么了？他的做法和政府的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军座，卑职失职。共军的炮弹已经落到北平城了。卑职立刻再去说服。给你3天时间，只有3天。是，卑职明白。出去吧。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这个吴明泰太固执，谁的账都不明白。是啊，是啊，3天期限，对手下的人绝对不能手软，该杀的杀，他就不杀。叨叨什么呀？我的老娘们儿，委座让我马上返回北京，这边的事情先交给你了。 我奉命保护吴先生的安全。我丈夫的安全用你们保卫吗？我的卫士呢？奉命撤了。撤了？你们奉谁的命啊？竟敢这么大胆！您去问特派员吧，他就在里面。
你就是他们说的特派员。什么特派员？我是你哥。在委员长那里傲慢，让人无法容忍。交谈嘛，就是交流真实的思想，否则还叫什么谈话，对不对？放肆！李娟，你看见了吗？多么傲慢！明泰，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委员长呢？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委员长已经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吴明泰。我是冲着我妹妹的面子，我提醒你，否则，你既害了你自己，害了我妹妹，和她肚里这个孩子，我希望你好自为之吧。明泰，你现在已经失去自由了。你这么硬顶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几十年国立学府，几千名良家子弟，正处在战火中。能有机会了，我们还可以回到美国。我相信波士顿大学还有许许多多美国的大学都会伸开双臂欢迎我们的。我求你了，明泰，你别这样，亲爱的，你别这样。我爱你，爱咱们的孩子，我想他，盼。他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可是你好好想想，当初我们在美国为什么决定回祖国？我们在海外苦苦求学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吗？如果我那么庸俗，你还会爱我，还会追随我吗？如果我是一个庸庸碌碌、苟且偷生的人，你说对得起你？
们吧。爸，他们都是学界的英才，新中国需要他们。是啊，北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啊。你能不能当机立断，不离开北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孩子，爸爸老了，你替爸爸去完成吧。爸。是为了你才回来的，再也不分开了。文静，我们为了晶晶，无论如何也要离开北平啊。你回来干什么？我不可能离开北平的，晶晶也不可能离开纪民，这个家没有你，请出去。我接到教育部的电话，是你答应要去香港任教，我是专门回来接你和晶晶的呀。每间房间每个角落给我仔细搜。同志们，看看怎么了？走。报告，这边。有余不测，这几套书务必尝尽精华。主任，您去哪儿？你回来了？是。告诉他们，给我站远点。主任，我们也是有纪律的。他留下，你们通通给我出去！告诉你们长官部，这里我说了算。是。
我是丁青山。哦，舒特派员，哎，正想跟您说呢，这个于东曼呀，简直是疯了，这哭着喊着的骂你啊！已经没有时间了，上一些手段吧，哪怕发一个赴台声明，这对其他人来讲足以。在下实在是佩服你的承受之力啊，这样的货你都可以爱得如此之深情，文人啊，在下佩服。吴明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必须明确态度，否则委员长那儿真的不好交差啊。别来不来跟我提委员长，吓唬谁呢？蒋介石懂化学吗？我告诉你，我跟他谈了两次话，重申了我的观点，去留自由，这是国策方略。我再告诉你，学人和他们的知识，靠强权是得不到的。我也再告诉你，我是看在我妹妹的份上，给你最后一次忠告。如果你再执迷不悟，后果自负。我也给你一个忠告，我吴明泰认定的事情，从不计后果。你信不信？我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你的态度，同样在学术界会引起反响。说我吴明泰是卑鄙小人，说你舒立凡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谁信？你自己都不信吧？够了，那都是后话。你真是把我逼急了，那我就告诉你。你的女儿吴启梅，尚文景、于东曼，现在就在警备司令部死刑大牢里。舒立凡，你让我恶心，太卑鄙。是后话。给我接北平警备司令部，丁青山。好的，好。尚先生。舒特派员要请他的心上人接个电话，您不介意吧？我是于东曼，
啊，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苏立凡，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你。你这个大汉奸、伪君子、骗子、禽兽、王八蛋，你不是人，压下来，你这个禽兽。坐，让尚文景接电话。明太对不住你，让你受连累了，我叫你一声兄长。明太，你听我说啊，我太太她已经悔悟了啊，刚才呀还把舒立凡那小子臭骂了一通呢。啊，明太，文静此生足矣，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做清华大学的教授，还做你吴明泰的兄长。艰辛。